来，夏柳玉，6楼之1，请邻居帮帮忙。请邻居来帮忙，住户通知。你要收金还是收银？收金。住户通知，庆祝社区金牌国手凯旋归来，主委加码赠送。 金牌国手开箱的机会，只要击中哪个信箱，就可以获得该信箱的金额。哦，来，好，来为大家，为两位国手准备了很像羽球拍的电蚊拍。还有电吗？嗯，没有。只能找一个人吧。我从这个用这个拍子，然后打。从这里打。帮，这是帮蔡六月对不对？没有帮他们自己。 对，就不要不能打到开过的。你要打来，请出列。对，支三跟支五都可以。可以的。然后打没有开过的。哦，这是球拍，我不确定哦。来，直接看喽。来，请开始。你为什么要有这种事情来发生啊？这不算吧？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吧？ 要保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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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月姐，谢谢月姐，谢谢月姐。哇，来来来，麒麟。好，来。哎呦，我想唱哎。那我可以这样子吗？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。你不要被电到。手短了，不好。五楼之三。哎，他拍到五楼之三有拍到哦。有好，结束。五楼之三为王麒麟开箱。 到底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我都没有做过这么高的事。剩下他最后一题了，请助理。心理学研究，人们会跟记得尚未完成的工作，还是已完成的工作？请成啊。胡祖威，胡祖威抢到了，等于确定王麒麟晋级。嗯。然后他直接威胁蔡六月，蔡六月现在是当然的第二名，所以你们也都其他人都被淘汰了，所有人。 请大家按。尚未完成的工作，因为我自己的话是没有完成的，我会一直记着。人们会更记得尚未完成的工作，请揭晓。掌声鼓励。好，那其实呢也是心理学上面的蔡佳妮克效应，简称蔡氏效应哦。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这件事情的没有把它完成的时候，它就会一直悬在你的心上，就一直心心念念，想了它是有一个代办事项在那里，我都还没有把它做完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未尽的事情会造成我们心理上的一种紧张压迫感。现在胡祖威选不到一万，就是蔡六月获胜，请选择。我选五楼之六。五六，开箱。五六不能开。很巧嘞。很巧嘞。哇，刚好。就赢五百。五百元营业姐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